我就是鼎鼎大名的许文强。彪彪彪彪，我是程程。程程，怎么几天不见？你怎么从蓝天计划跑出来了？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一首我们的最新专辑，叫做《我们昨天晚上见过》。祝大家单身快乐哦！我们两个秀恩爱哦，秀秀秀啊！想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我走过，没有回头。我记得，我快忘了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，我唱歌没有背过，但我记得，可我快忘了。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好像那是一个秋天，夕阳西下，你没让我不敢和你说话，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。程程你好调皮哦。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不会呀、啊、你教我、哦、那我教你哦。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啊，来唱。哎呀呀呀呀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满天